哇！我都系第一次啦，响三藩市啦，见到呢一个咧咁大阵仗安保喎。应该都有百尺高啦，最高嘅马呢度咧，仲有啲水泥石墩啦，哇，成个噶。咁所以嘅话，换句话，我喺呢一边嘅话，你拱佢嘅话，都冇乜可能拱得翻，真系好稳阵。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咧，即将响呢个咧就系三藩市举行紧。咁啊，现时咧见到咧就系三藩市嘅安保措施啦，已经升级到咧就系应该系历史以来就系最高嘅警戒级别。咁啊，从呢个画面可以见到咧就系呢一个护栏已经系设置完毕噶啦。咁啊，大概咧就有两米左右嘅高度嘅。咁現時啦，見到咧，雖然咧就係仲未到會議開始嘅時間，但係咧見到咧路面上嘅警車巡邏已經係非常之多。咁另外咧，亦都係有市民反映話咧，早前咧響呢一條天橋呢一度啦，亦都有示威者咧拉咗啲示威嘅橫額響度嘅，不過咧就快速咁樣咧就係俾啲警察咧就係拉翻落嚟嘅。咁可想而知啦，現時啦呢一個亞太經合組織會議。三藩市的会场两个中心亦都是安保的程度亦都是非常之强的。